你走吧，别再回来。放手。荣植，从前你负了我，今日便算了不起。从今往后，你是王爷，我为草民，各走一方。再不相识，你我二人便如此见。你们一个个都想要荣华富贵。不是这样的，殿下。婢妾不知道别人是怎样想的，婢妾是真心对你的。真心？没人可以不顾一切的爱我，就连霍玄，他口口声声说爱我，可我不能给他相应回报的时候，转头就走。你们到底都是一样的，都想从这里索取信任、权势、地位。说吧，想要哪一个？不是的，殿下，婢妾是一心对你好的。一心对我好？说，你是来干什么的？是皇上派你来监视我的吗？还是惠妃派来的？不是。说。殿下。